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将这个圆吼，把它画成参数式啊。那我们先把它画成标准式，标准式等于叫配方啦、啊。哦，就是 x 哈，减掉多少呢？这个是，二分之这个东西嘛。哦，这个是二分之这个东西就是三啦、啊，减三的平方，加上多少呢 ？y 加上多少？二分这个，y 加四的平方。它、啊、会等于 r 平方， r 平方的话实际上是四分之 d 平方6636加上 e 平方8864，啊减掉 4f 加上44，这100等于是144，哦，所以这是四分之144，约掉四，4312，4624。哦，所以这个等于是6的平方嘛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我就令这个是，这是6 cosine 平方，这是6 sin 平方，那这样加起来就等于6平方。所以我就把它弄成参数式的话，就是 x 减3是等于6 cosine 西塔。好，那 y 加4就是等于6 sin 西塔。啊，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就等于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，就等于6的平方了。这样就满足那个他要求的参数式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 ，x 就等于3加6 cosine 西塔 ，y 的话呢是等于负4加6 sin 西塔。那这角度哈、哦，转一圈，转一圈360嘛。所以西塔哈是介于0，它跟360就是2π之间。